空空空！晚上带琪琪出来遛一遛。哎哎，不要去转，重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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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。怎么不走了？哦，原来是对面有一只野生橘猫，琪琪被吓得直接躲在我脚下，很怂，但又很好奇，一直探头在看。它是懂得什么叫做猫仗人势的，感觉琪琪现在是越遛越像条狗啊，每天举着那个大尾巴到处溜达，还可以声控。琪琪累了，尾巴越放越低了，不举起来了，彻底的不想走了。主要还是夏天太热了，看又小狗喘气了，热成狗了。好吧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虽然你们都很喜欢看琪琪举大尾巴，但是现在琪琪啊，也只有刚出门那会儿会举大尾巴了，因为不知不觉呢，琪琪已经长大了。这个尾巴的毛啊，特别的爆了，不像小时候那样了，举得应该也挺累的。但是就算很累呢，每次靠近我的时候，它都会摇起大尾巴，像这样走过来。为了证明这一点啊，再试一试给大家看，看现在还是举着的啊，等我走远之后就放下了。然后我现在叫它。琪琪，琪琪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戒不掉你，像戒不了呼吸，漫长的。